谢主席啊，主席请那个预言所的林所长，请林所长。林所长啊，喂，你想我们基隆市啊，跟台北的东区很近，尤其东湖啊，什么跟我们基隆的这边有那也很近啊。那基隆翻一个山，这个山也不高，就可以到台北。那我在想说，我们的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缆车，有没有做运输工具的这种先进国家有没有把缆车作为这个交通工具的，就是缆车来做运输的，有没有？基本上你们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我想上次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报告给委员这边参考嘛，哈。那过去就是我们有探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案了，最主要有没有还是没有？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不是，我是觉得你们研究研究看，因为是只有一山之隔，而且山不高。你知道跨个山就到了，但是我们现在经常要凿山洞啦，然后来开那个来做运输，开山洞，然后来做来开车，那我是觉得这个成本也很高啦，我不晓得，我是不清楚啦。缆车在国外好像啊，它可以做运输的一种工具啊，我不晓得它的条件怎么样，我想请你们研究一下好不好？好，那我用时间有限，我只有七分钟，好，请你们回。接下来我请教请叶部长。叶部长，好，徐委你好。叶部长，这几天呢，基隆市的这个新闻还蛮多的，就是基隆火车站是不是要迁移啊？那部长可能很清楚啊，因为呢，就是之前大概十月份中旬的时候，国防部突然讲说，他废除军用的这个战备铁路啊。那没有这个战备铁路的话呢，我们火车站就不需要火车站在那个地方了。我们火车站可以向南移过来一点，让这边铁路把它拆除掉。基隆市是95%的山坡地，只有5%的平地而已。那么假设把这个铁路拆除掉之后，基隆市整个都是计划完全不一样，整个都改观了。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们一般带来给人，你给人都没什么改变，没啥改变，剃路在那，对不对？把市区切割成两半。所以我们是觉得在99年，本溪已经跟行政院长，那时候是吴敦义院长，在西三这个跟基隆火车站那个更新计划之前，我就提了，就是要废除战备铁路，结果他们一直不答应。那现在我们火车站已经盖了一半，现在他们答应了，那答应怎么样？太晚了嘛，是不是？所以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建议了哈，火车站啊，当然我们现在市政府在做民调，有4个选项，一个是火车站新的火车站继续盖。盖一半继续盖，第二个就是三坑，第三个就是8堵，第四个是7堵。然后呢，很好，市政府没有做这个民调的一个说明会，没有做啊。然后呢，我们的我们的铁路局啊，赶快做了一个DM 啊夹报，每户夹报，拜托拜托，请勾选我第一案。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啦啊，我做的还不错了啊。那我是这样想，我也赞成，我也跟市长沟通过，我们让这个案继续怎么样，继续盖，你不能盖一半不盖，将来可以做多元化的商业大楼，什么什么都可以啊，并不见得会浪费，继续盖。铁路还是不能一天没有铁路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认为基隆要改变，火车站既然没有战备铁路，火车站必须要南移。移到哪里呢？我们都认为，本溪也认为三坑站是最适宜的，但是我们没有去做实际的评估啊，没有做实际评估，所以我希望部长啊，你认为这个去做三坑站的一个评估啊，评估到的时间可能要1年，可能要2年，我是要求这样子了，要拜托部长，能不能这个评估不要由基隆市政府来做？基隆市政府记不记得我们给了500万那个决议的那个评估，到现在被议会冻结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评估还是由中央来委外，因为这是铁路局的事嘛，中央委外。报委员，那个委员关心这个事呢，我们上午也查了一下呢，哈，在100年6月7号的时候啊，哈，我们是有补助基隆市600万，我知道那个600万是，我跟你跟部长报告，那个600万的评估是
张市长他们建议的，因为铁路不能拆除嘛，所以他这600万是这样评估的，是那个从火车站那边跨过那个西定河，然后把然后消那个消防站要那个消防那个站要拆除，然后经过一个国小，对不对？还有卓山洞，总共要花29亿，不可能的。好。那我想我们再给那个经费来评估一下基隆这个，我们也可以三坑站那个都是国有土地，不用着山洞，因为这个跟国土规划各方面很有关系，从交通动线来讲，好啊，这个我们可以来，我希望中央来做好不好？好，我们你们要委外，中央来做委外，但是这个评估要快一点，啊，尽快，你也多花一点钱，尽快评估好不好？因为这个呢，可能做好之后，只要评估可以做好之后，可能也是5-6年以后的事了，是啊，是，好不好？好，可以啊，可以。那个评估费用大概是5-6百万，大概要。我不清楚，反正我们原则上请台铁去了，由中央来做哦。好，好，请台铁去了。好，谢谢。